混凝时间，农民采集甘草，被译上的哈马松雷塞赫伯。他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卡米耶·毕沙罗·甘密·毕沙霍。在当时呢，卡米耶·毕沙罗的指导对年轻一代的画家呢有着重要的影响，同时发展推动了印象派在田园乡村绘画创作上的技法。像这幅画呢，它是创作于1886年，混凝是在巴黎卢森堡博物馆举行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它。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返璞归真，毕沙罗在埃哈利。展览的时间呢是从2017年3月16日到7月9日。我们可以说，毕沙罗呢把对生活的深刻信念与法国传统的乡村文化融入了画作中，专心致志于描绘土地与乡村，充分表现出对自然界的亲切而深厚的情感。混凝时间，法国巴黎。